大家请放心啦哦。好，我们现在进入28之5漏日条款这个哦。漏日条款，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？好，来，请陈委。我不晓得设一个漏日条款到底是在帮忙工厂管理辅导法，还是把工厂管理辅导啊，说本来要积极要推的，把它时间延后。我也希望说提出的这个漏日条款的委员之一，我亲自去协调处理所有工厂辅导管理法的方法。我们这次通过延长10年，他们是谢天谢地，还好有10年，我要赶快来做。所以大概每一个乡镇里面都成立一个田园协会，要来解决工厂，那个农地违章的工厂，10年之内，他们都想务必把它完成。您家人太搞了，为了环保团体，为了什么样？说落日条款20年，你有落日条款20年，民进党提出25年，尽量我支持25年，真的要落日条款20年，你们个多大？夸得讲时代力量跟环保团体讲该几张，你应该，其实这是错误的一个思维啊。所以您建议是多久？你不落实条款的时候，他们的压力大，他们会去解决呀、啊。上面回，你讲这个，我听。不设定落实条款，不设定反而更好解决，更好。10年之间，大家会非常的忙。错了，不对，慢，落日，不是。把你这个要想清楚。的时候。不，这个陈委，弄就是安怎讲？迄个，你站在讲哪？十年内底延长10年，大家都想讲要10年甲改变好。不，你即马阁为落日条款甲延甲20年甲25年，大家好啊，有25年，一定好啊，少想嘞。25年好届立法委员，20年4届立法委员，看得到看袂到，唔知。对。咱即马是要逼。以讲10年来对你们工厂要积极，要跟政府来配合呢。不，你顶多讨做呢。不是陈委，你上一次的协商你没有来，现在这边终于找到你了。过程可能不是哪次版本？陈委员有一点不太清楚了哈。这个十年是经济部的辅导，但是辅导消防、环保各方面之后，他要地目做变更，所以。我们现在就是地目做变更的后面不能无限期，你现在说没有漏日，就是大家担心如果后面的地目变更没有一个期限的话，前面的10年它就不改善，所以这个才叫漏日条款。这个可能跟委员啊，你我怎么没要紧呵，好，因为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，通过10年他们特别的感谢，他们希望10年之间依照政府规定的法规能把它变更完成。当然，你即马拄着讲土地变更，可能跟环境法带有关系。所以刚刚谈到那个问题就很重要，协调的机制。我跟你讲，你20年、25年，好啊，我有去变更，我慢慢变，拢给你拖地啊。你要给他有存在一个压力感，他才会努力去做。对，所以你刚才讲的就没有压力啊。好，来，请李委员。10年就有压力，20年、20年没有压力啦。这个站在亲民党的立场哦，要定这样的落日条款，我们是不赞成的啊。你今天辅导未登记的这个农业工厂转型迁厂哦，这是一回事。可是要让他们就地合法呢，这又是另外一回事，这是两码的事情。今天，所以我刚开始一开头在讲的就是说，这个你即使落日条款要把它定20年或者10年，你要怎么样，这又是另外一个层次。今天就是讲的就是政府的心态究竟是什么样子。今天如果是说落日条款，你把它定成，比方说每年我回归农地，用几 percent 的来让它渐渐恢复农地，用5%，每年5%、10%，让它到最后回归到变成农地。你至少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方向在，可是你今天这个方向是没有的，而只是要既有的工厂，我让你就地合法，我辅导你合法，
那我们的农地何去何从？我看不到啊，完全看不到。所以在这个情况下的时候，我们从这个落日条款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就是说，我们就要舍弃农地了。那我们就是让现有的这些工厂让它去合法，辅导它合法，让它去减少污染，让它合法就地合法迁移合法。啊，那内容这边呢？所以这个从这里可以看得出，这个落日条款一下去的话，哎嗨啦，一定。这个我就事论事的谈，我们是要让这一些工厂让他们有生存权，可是我们的农业立国的长期的台湾，我们如何确保我们的农业该有的基本的我们的一个基准线，这个也定不出来，所以这个落日条款要这样下去，亲民党是没办法同意。好，那如果真的要定，是应该是说，我准备让他每一个程度逐年度的让他有一个程度，现在既有的他的工厂农业用地的工厂，让他逐步恢复农业用地，安尼我就同意，安那无就我无法度同意。这个委员长哈，好来，那个柯委员讲完再往陈委员来讲了哈，好来，关于农地，我对农委会很不满，我前面要讲的道理得带出。你台北市六都的农业用地都可以变作住宅区，特种专案。现在你到全省整个乡下去里面，我希望李委员你也去注意。其实这个那个休耕的一年有多少，会耕的有多少？你吃亏一个一片拢是野茫茫，无人去耕种地啊！啊，每次也讲说哦，粮食国安的问题，我当作笑话。生产过剩的，我们要说，我们只缺玉米。跟大豆而已，台湾什么都不缺，唔通公开讲讲。那学者讲话我听不进去，我先申诉立场。所以这个够，既然农地的违建工厂已经发生了，其实现在种植的技术很高，生产量很高，每年政府就要去收购这些存负担很沉重，大家都卖公给位。哦，我今麦个大家讲，咱回归得这样。我为什么在讲这一些呢？江明，我问你一句话，你这番意思讲我拢啥无？啊，无啦。你像起码是李委员讲农地的保护，他不要农地，啊你呢？农地的保护啊。他们两个对于落日条款的不存在的理由是不一样的啦，哈，应该这么讲啦。我觉得台湾的农地到现在一年休耕会耕很多，原来存在的工厂其实不影响农业的生产。来，我讲一下来，这摆啦吼，咱这摆买只乌龙雪豆啦，好买包来包去啦，什么恢复农地啊？这不可能，那都无水路什么的，那这些啊。你如果讲扣住一句话，我听很清楚。我养，你想想是如何把它恢复农地嘛？啊，前面唔在讲啥无啦？无啦，我讲。你即话是讲未使有落日？唔是，恢复农地现在。唔是啦，唔是哦、喔。不对不对，一边一边一边我讲的意思，你们现在说农地不够，你要恢复农地，我拍谢老大。但是我只跟你讲，地方上的休耕会耕的太多。台湾的农地太多，会耕休耕的太多，啊，可能讲的这句话会得罪了很多环保团体。我要把实话讲出来，我再讲一个问题。你要不要落日啊？六都随时的农地可以变成住宅区。我跟你讲啊，落日条款呐，哈。一句话就好啦。我讲哈，我来讲，啊，个高贵，我听无。不是你听无啦，你着回头底啊，恁干那要想到选票底啊。你们党团提案落日二十年，啊、我讲，你们党团提案落日二十年哦。哎，好啦，原来小明，你讲我不能说，小明，你讲我讲，原来的延长，我本来我先讲，你说还讲一句的，你讲讲十挂，我没啦，你什么我讲十挂，原来的延长十年，其实违建的农地违建工厂的压力很大。我们在协调沟通，他们都希望在十年之内能赶快去把变更造成合法的。那我再强调一次，你落地条款变成20年、25年，大概也慢慢来办啦，无人要做积极的。我是讲的是在这个重点。那个陈委员，来，请柯委员来，好，请柯委员。这个
这个条文哈、哦，上次朝野协商的时候，事实上院长也谈了一些话，我们都很清楚嘛哈、哦。那后来到底要不要落日？我们本来是没有落日，后来大家觉得我们觉得哎应该要有落日好。那到底十年，到底二十年、二十五年哈、哦？但已经现在都定所有各党的版本，我都会讲啊，证明东西找对。你千万不要管你提出来终极版本时代量二十年磨二十年，我们讲二十年，啊，出这你讲未使都是，到底是咩？那起码是协商是咩样状？我话到这为止就好啦，到这为止就好啦。冇啦，啊，你交伊拢摆都是嘛？不这样子啦，哈、啊。那国民党来爱都是二十年，你敢反对就好了。迄、那个，我起码是讲恁的想法，唔通讲安尼就你退休。迄、那个乔平啊，我讲一个啦，哈，上一次。这一条我们也讨论非常的久了啊、哦。第一，你刚才讲的那个十年是经济部要负责辅导他合法，所以我们给他十年的时间呐。对。那十年时间之后，我们就要进行有些可能要土地重划，因为是聚落型的嘛，像彰化就蛮多的啊、哦。那要时间，所以当时本来是没有所谓肉日，但是你如果没有肉日，说好你十五年还是十年之内再变更地目，你要好好的去处理。所以原先的经济部的十年，再加上后面辅导，包括都市计划变更，包括做特定目的事业用地，我们再给他。看是要十年还是十五年，所以才有十年加后面的十年或十五年，所以才有二十年、二十五年。那本来是后面都没有啦，啊，反正十年过了。但是你如果没有这个后面的十年或十五年的压力，前面的十年就做不来啦。他反正拖过了也没有时间限制，所以最后才有。大家有一个共识，能不能就以二十五年作为啊落日这么一个啊一个共识了？啊，你讲的哦，你十年内要把地目变更，要把环保各项都完成，不可能啦。然后十年之后就没有落日，那完全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啦。我了解，啊，你知意思我完全了解意思。但是我们不讲明，每一个厂商都会努力的去改进。你今麦个拖个二十年，我今麦讲无啦，该讲无啦，不是啦，他的经济部也是十年而已啦，那个没有变啦，十年内他一定要处理完嘛，这个是你的目的嘛。啊，后面阿哥五不是工厂改善，他要做土地变更啦，所以你要给他时间啦。啊、但是不能永远没有肉日啦。我啊，所以这样子才有，包括时代力量也支持要有、啊、可以提可以延长到二十五年的原因就在这里啦。大家都以为二十年或者二十五年的慢慢啊拖，这不是拖啦，这个就是阶段性要处理啦。哦，一点我跟你保证啊，你没有肉日才会拖啦。不，我只要讲我跟你讲，这是对我不利。但是我是想要没有对你不利啦，起码的是说。你落入条款二十年或者二十年，一般工厂会去拖。没你忙，当场嘛，希望合法啦啊、哦。那这个大家啊，那个亲民党坚持不要有落日。好，那我们这一条也保留了哈、哦。那公民的一个诉讼，我们也保留，是三条保留。那其余的啊、哦，我们能不能这样子啦？我们就不必签这个。哦啊，另外附带决议，我们看一下最后一页的附带决议。